们有没有可能在我的红 buff 开的？那有点像啊。这红不能打，因为他惩戒比我快，他带了一个启迪的减 CD， 我们没有带，反了一个玩 F6， 说明这哥们是在这附近的。看见没，所以说刚刚如果你打红，是不是他过来一个惩戒就抢掉了。学会了吗？三个闪现全部交完。细不细节？好兄弟们，细不细节？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滚进去！该算旧账了。刷四加野区了吧？直接拿小龙吧，火龙值得我这么早浪费自己的时间来打的，火龙还是性价比很高。等一下，应该是在下半区了。这把买可血，不买可血容易被秒，知道吗？因为对面你看全是战士、鳄鱼，扶一个龙王，我就不买穿甲流了。这个阵容有前排，有开团，有泰坦的锁头。我如果说再出纯爆发装，鳄鱼闪现咬一口，或者说泰坦一个锁头，我可能会被秒杀，那我的优势就没啥意义了，发挥不出来。
好走位，nice。 你以为我在等什么呢？我在等六级，你们俩在等啥？在等死吗？<笑>我他妈，你们两个在这等啥呢？ 血多少？1400够了。看上去挠痒痒一样。 打小龙就行了，打小龙团，小龙团，打野在下，打野在下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还有闪。 应该是稳杀的。对面打野不会 AD 打野，知道吗？前面那一把排到他就跟我说他不会 AD 打野，让我让位置给我，他去辅助。他只会 AP 打野，对面打野，AD 的打得不好，不会。因为他前面就排到我一把，队友选的是 AP 嘛，他要玩 AD 打野，但他说他不会，让我去打 AD 打野。那把队友秒了好像。 可是我进来看到四泽兄弟的 AD 打野，我就感觉哎，这把很舒服。<笑>因为 AD 打野跟 AP 打野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玩法的，知道吗？就你玩 AD 打野的，你很难去玩好 AP 打野；你玩 AP 打野的，很难玩好 AD 打野，很难的。就当然有，但是大部分的打野的话，就只能单属性打得好一点。 那他为啥不 A P 呢？因为他们中单龙王啊，他中远双 A P 不好打的。谢谢小牙一的粉丝牌，谢谢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所以说不要暴露自己不会啊，不要暴露自己打的不好，你要隐藏起来。 看到佛爷哥了，你。
这他妈是什么傻逼英雄啊！我操！你的 Q 为什么能这么恶心啊？为什么呀？能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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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给我射闷了，直接人都被你射闷了，还在射！哦，西巴西巴呀，真他妈西巴呀！ 强行一换啊，赚闷了！还好没过墙，我要这波过墙，我还真被对面集火，直接出体跳了。你妈的，胡威哥跟他妈泰坦都在那边，赚了赚了，我300块换了对面600块，还打了对面关键的闪现。你看你看，这波我一换四，立下一们汗马功劳，真的，一换四，兄弟们，谢未央的卡，谢谢。还好没过去，过去这波还就真就死了，而且拖不到队友来的。 <笑>这波还好，真还好，还好没过去。泰坦、福耶哥都在那边，幸好，反而还赚了，你知道吗？<咳> 刷完了，好，三项了，难怪刷这么快。待会回放看一下吧。哎，河蟹，河蟹线呢？ 果然再反，兄弟，被抓住了，哇，直接上。